谢指江北里的长江街与香长路交接的坡坎分了三次施作，未来还有第四次。李长谢作敏觉不好看也很奇怪，头关天下有线电视提供分享。谢指江北里的长江街与香长路交接的坡坎目前正在第三段的施作工程，这段坡坎分了三次施作，未来还有第四次。每一次的工法都不一样，不但不好看也很奇怪。李长谢作敏向市议员周亚玲服务处陈情，希望与市府仰工处协调尽快改善。 江北里与香长路这边的坡坎可以看到，目前正在进行施作工程。里长谢作明表示，这已经是第三次施工了。他质疑为何不一次做好，要分段施工，而且每次的做法还不一样，整个感觉很奇怪。 里长谢作明表示，除了奇怪，上面的杂草树木也没有修剪，因此向议员周亚玲服务处陈情。经7日服务处也与里长到现场了解，希望可以尽快处理。 议员周亚玲服务处主任林三吉表示，今天来到现场会勘，确实也对坡坎分段施作觉得奇怪，怀疑是因为经费不足所造成，因此会与市府仰工处协调，尽快找出问题所在，然后改善坡坎问题。